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练习生 BC221。气死我了！五、四、三，等一下啊！五、哦、一，好了，我的盖上，盖上。这个场面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做事敢当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咋了？就是我。不要往下这样，你给添了。这个，天哪！这个绝对是让你记住这个，最适合这个，让你记在心里。啊，我无理取闹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选一个我俩的日常啊。你选我吧，来你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让你吃了吗？那这不是你吗？这是他，我觉得是他。我是特别感性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这个人呢，就特别有爱心，特别感性，所以我看到一些特别可怜的东西，我就想哭。那叫很糟糕的大事。对呀，这就是进步。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很符合我自己的，因为作为团里唯一一个靠脑子吃饭。对，我们仨都被他坑过钱。谁想得到就是谁的东西。这三个钱都是我的，这四个帽子现在都是我的。这俩不一定够你一个人的，这头够你的帽子。能把它卖了你？我觉得可以。咱俩不在一块儿得了。那文具咱们卖了。行，我觉得都行。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卖钱了。老岳，我这样，我今天我跟你说，我就必须得多给你一片。为什么呀？行不行？为什么呀？我就觉着你这个脸就需要多来一片。谢谢。好吗？谢谢。行吗？谢谢。那个拍完了吗？好好好，这是最胆小，谁过天了？是我啊，是我。你要个顶天立地，顶天立地，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男子汉。让我来，胆小，让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玩这种简直太初级了，一点都不吓人，没一点吓人，没意思啊。我能害怕？你抱住我弟弟，我不行了，弟弟抱紧我。下面我手一点啊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就给我，就是我要闹什么呢，我妈就说什么：“你再哭一会儿，鬼又来把你给抓走了。”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不胆小呢？那螃蟹那个就是个人怕的一个东西。有一回，他坐我一会儿的车上。坐我岳叔车上，然后前一天晚上我岳叔从家里面带了一个螃蟹来给我们吃。这个人怕螃蟹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演一下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不吃，哎，我不吃，哎呀，走吧，杨哥，我不吃，走呀。快点，我很烦你。我要不是欠你那100块钱，我能伺候你。我不是给你开工资了吗？你快点，开工资了吧？是50，不是100。俩还有一个。哎，凡子，你用工具吗？把螃蟹上。用啊，还挺好吃。来，这个刀不是你需要吸你。敢吃螃蟹就怕螃蟹的人。杨儿，你能跟我说你为啥怕螃蟹吗？我觉得它长得把黄吃了，可丑，长得太恶心了。中秋吃螃蟹开心吗？太牛逼了！你看他两个眼在外面哭着，太吓人了。这个肯定是老岳，不是我啊！这肯定是老岳，这肯定不是我。老岳每次出去的时候穿衣服半个小时，做头发多长时间？做头发一个小时，而且穿衣服还是穿我的衣服，在我的衣服里面一直选。那给你了，哎呀，
单手就一嘴巴。有，腿伤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对自己说，再坚持一下吧，再努力一点吧，再坚持一点，再努力一点。虽然现在还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，但是想一下，未来被你们喜欢就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这个可以，这个不倒，开始。太作，一边作一边是假吧？哎哥，那哥我什么样的？哥你。